我现在是在做这个问题，像上一次核心音乐工程，他先用烂招把成本提高，我们才能标上去。这一次不用担心了，我打听过，这一次是一种自己拍卖，谁出的价钱高，谁得标啊，没有底标打听。 跟我说的时候啊，我有叫专业人士啊，张根领兵，我敢说这个价格啊，路是什么，绝对出不起。所以说啊，你们两个准备当老板就对了。加油啊，好啊！张根来。 Degree. Switch back to white now. 对我来说，当今太太比当业务经理更重要，必有分。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就是结婚那天，看在我们是姐妹的份上，我会帮你留着伴娘的证。好，你弄。